咱大当家，他爹开的烟馆，范老头儿，范司令有令，养鸡所解散了，让你们现在就给我离开，哪儿来的，都给老子滚回去！哎，你是谁呀？你又是谁呀？我是范司令派我到这养鸡所来伺候这些老人的。啊，我们也是范司令派来的。 来解散养鸡所的，看看都好胳膊好腿的，养不起了，要解散了。这不对呀，我怎么就不知道呢？前天范司令刚来过，还说要把这养鸡所建得更大呢。昨天，范司令改主意了，这养鸡所呀，不做了。你说的这个不可能吧？ 吃的不错呀，等等，我给你们加道菜。要干什么？ 出了一口气，兄弟们，走！张秘书，辛苦了，总算把你们盼来了。你们要是再不来啊，我和我的弟兄可要光着屁股和鬼子拼刺刀了。刘团长，我们都知道，你们打的确实很艰难。弟兄们，范司令特意指示我，把这第一批新的军服给你们送来。 司令他一直惦记着各位，司令特意叮嘱我，一定要把这第一批新的军服送到镇守阳谷县的弟兄们手里。也只有各位弟兄们，才配穿着第一批新的军服。
刘团长，军服就交给你了，该怎么分配，你们自己安排。鄂营长出列，军服领回去按人头分配，赶快进队。是。赵秘书，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你们了，到里边休息。 长官，什么呀？咱们自己人，自己人。也跟你是自己人。真是自己人。我这车上拉的粮食啊，是送往你们军需处的。军需处？哎，对。啊，那正好，我代表军需处的弟兄们收了你的粮食，兄弟们，把车拉走。别，长官，这我们掌柜的交代我，让我给送到军需处去。你看你这半道让我回去。 我也不好交代。好交差吗？哎呦，好交差吗？哎呦，行，长官，你又要放什么屁啊？这每次收到小店的东西，都需要在这个小本子上盖个戳，还得麻烦长官您行个方便。你他妈是不想活了吧？老子他妈不是军需处的，我上哪儿给你弄戳去？你要戳可以，我让弟兄们把你头切下来当戳食吃。 不不不，不用了，不用了，这本子太小了，算你识相，谢谢啊，大当家的，搞定。那就带走吧。好。赵秘书，一路上真是辛苦你们了，一会儿多吃点。您真是太客气了，刘团长，这是我应该做的。 报告，刘团长，不好了！什么事儿？慢慢说。有辆车里的军服不太对，看明白了没有？看明白了。这不是耍我们吗？老子们在前线流血拼命，脑袋皮子裤腰带上，上峰就用这些破烂来打发我们。在里面肯定有问题，有问题，吵什么呢？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都敢在这给老子闭上你们臭嘴！ 出事了。
大当家的，还是您老英明。这回子，那范老头肯定气得正跳脚呢。虽然这次我没能逮着机会杀了他为父报仇，可这日子也不能让他们过得太舒坦了，是不是啊？啊！大当家的说的对，说的对。哎，大当家的，你说以后咱有了这身皮，兄弟们吃香的喝辣的，还不用担心坏了名声。怎么着？你以为你有了这身皮就不是你了？我告诉你，你要敢在我背后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别怪老娘我照样帮规处置。那哪能啊，俺就是您大当家养的一条狗，您让咬谁俺就咬谁，你不让俺咬俺就老老实实在那儿趴着。小猴子，你他娘的真会拍马屁。可不是嘛，就他能天天往大当家身边凑。你说什么呢？可以待着。你都给我听好了啊，你们几个都是跟我过命的兄弟，咱们有肉一起吃，有酒一起喝，有子弹一起挨。酒肉可以一起吃，子弹我猴子给你挨。快拉倒吧，就你那样蚊子咬一口还得哭半天呢，还挡枪子。谁说我哭了？娘们才哭呢。行了，别吵吵了，这有肉有酒的还想不想吃想不想喝了啊？大当家的这么一说，倒把俺肚子里的馋虫勾出来了。得嘞，弟兄们，咱们赶紧回山寨喝酒吃肉去了。走。师伟，你说这帮土匪会经过这条路吗？上山的路只有这条，不管他们再去哪儿霍霍，最后都得回他们的老窝，所以我们只要是在这里死守，就不怕抓不到葛大凤。在兵书里这就叫做以逸待劳。哦，林师伟不愧是司令身边的人，真有两下。你小子少拍老子马屁，注意警戒。是。老乡长，前方の道は領城県庁へ通る近道ですが、しかしよく貴族が出没してて治安が悪いので人が少ないわけです。自分たちの格好と鉛のような中国で貴族になったとしても大日本航空の正体は絶対にバレんだろう。近頃反築戦の部隊が領城を死守していることで我々の部隊がなかなか入ることができず、町の周辺で回っているだけです。作戦部が少佐殿を派遣させることは大きな動きがありそうですね。今日必ず何とかして会えるんだ。いいか、俺たちは中国人領民だ。はっ。来下来下来下来。干嘛？该我坐会儿了。你让我下小煤门去。我脚都磨破了，快点。我不下去。行，你不下去是吧？等回站你看着，我不把你实弹都打出来。什么的？到那边瞅瞅。好嘞，弟兄们跟我来。少佐殿，彼らが攻めてきました。どうしましょう。
在这儿守着，看到葛大放他们以后千万不要冲动，跟住就行。其他人跟我来。是。